八公里公园教练的，也是我们的顾问啊。哦，可以订步基本方式非筹码之王黄信贤老师所创编的哈。第一是定步左右马单手互推法。第二是左右马定步勾画双手互推马。这是马来西亚黄氏泰拳黄信贤老师所创编的哈，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学习推手的方法。第三是定步挤胯相推法。第四是定步七斗互推七星不倒翁法。安尼我行了，啊这边左右边那样，以前在帅，以前在长高，然后过了，我以前在切过，以前这边比较帅。第五是定式承接八连环步弓互推。第六是踩按连环步相推法。第七是按手化身连环推法。第八是左右太极式圆推法。好，以上啊，推手方法，谢谢杨建中老师提供。